一颗一颗小馄饨在油锅内炸得金黄酥脆，两三分钟，饱满的内馅尾端像饼干一样脆，不管加进卤肉饭内或是放入汤里，吸满汤汁都相当过瘾。就女生来说，我觉得蛮多的，我觉得她炸馄饨真的蛮好吃的。然后贡丸也是，这样一碗招牌面只要铜板价60元，隐藏在南投中心新村第一市场的小吃店，经营50年，而招牌面其实也有小故事。招牌面的由来是因为我们这边是省府办公区，那办公室一位小姐，她每次来都是点老板，我要馄饨面加蛋，加一些有的没的。他们办公室每次来买就沿用这位小姐的名字，然后都说我要什么面。那卖到最后，因为很多办公室的人来这边买，我们就干脆统一用招牌面。另外，中心国中侧门这一摊大排长龙，一眼望过去都是学生，都是为了这一位。一份葱油饼加蛋一片才25元，每每放学时刻吸引学生抢购。这里最好吃啊，价格最便宜，吃起来是蛮酥脆的，它又中间口感又蛮松软，蛮经济实惠的。而且要是开在学校后面，对，我觉得不错。干嘛？我干嘛才10块嘞？哎，才20块呀，忙个做不起啊，大家到处。为了让在地铜板价摊商可以坚持经营，高龄85岁的阿嬷甚至趁着空闲时间来当义工，就为了这便宜美味的葱油饼能够继续填饱学生的胃。三十五库云南投采访报道。